今天我来到的汕头市潮阳区的后溪莺歌队，很荣幸见到了潮阳莺歌的代表性传承人林老师和他的教练团队。哎，你这个你的好多这个脸谱其实也画的没有那么夸张啊。你有几个教练啊？都忘了。你算是起步的。当时请教练看，这也是教练啊。还是金丹，你也是教练吧？当时金丹。所以林队长，你现在就是本身是省级传承人吗？没有，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命名为省级的传承人。对，我们的执照责任重了，要有那个就加把劲，每年都要继续就是这么加。说起的最多我。我们起初我们是是西区潮南的西区，它是比我们西南的远的，西区到这里来，西区啊，西区，然后我们呢、啊、是应该是这么大的人，这么多的人，又是海边这黄黄南的人，这个。海盗嘛，海盗，这一个历史古迹，第七大地方，就是你认为后溪的这个莺歌舞的这个历史悠久一点，要长一些。长一些就是地灵的制度，地灵的制度，依山呢，依这个云海之地，因为有的是海风的。后啊，不少的强盗，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宗教斗争。山西的当时呢，我们说对内对外主不一样，海洋文化是这个历史的这个。就你后溪的这个莺歌队，因为它与地理位置的不一样，所以它其实受的各种文化的影响会多一些，就不像你后溪它稍微靠山里面的，它会更单纯一点。那你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们后溪莺歌在整个潮汕莺歌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因为这里面在临安呢，有劳动，有补助，有打鱼的，有农耕的，有山区，我们这两个都上山区了，这各行各业都有，还有什么酱油业的。做生意的，管理的，这个，外面的社会交流比较密切。那这是你讲的说你，跳莺歌舞的人或者喜欢莺歌舞的人，他们职业比较多一些，那他对你莺歌舞的影响，那你现在比如说我们要。其实你们自己是还是能区别的，就说你们后溪莺歌的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像小明你这年轻人，你认为你后溪莺歌最主要的特点体现在什么地方？怎么让人家一眼辨认出来这是我后溪莺歌？除了那个旗对那个旗帜以外，讲啊，不要出旗。不要出旗，旗对旗不要出。后期应该对，还有
其他应该队也可以，比如说有几个应该队一组，人家一看就一眼就看出来是后期应该队啊，对，哪些地方可以演最突出的就是脸谱 ，OK， 最突出的就是脸谱，脸谱非常生动，很好看，很浅绿，然后都是紫色的衣服，服装还是跟别的其他队伍是。一个是脸谱，一个是服装，还有鞋，还有你们的鞋子啊、所以这是从你表演的时候，那就相当于说你还没跳就大家能够有这样的印象了，人家就知道哦，后期一个队来了。好，就说那我们当然脸谱每一张脸谱是不一样的，但是总体上来讲，你觉得你的脸谱会？最突出的对是什么？对，就是色彩、线条、图案的构造，这个非常的相近。就是你的这种颜色，这个图案，会非常的鲜明。好，那我们说到这个脸谱，那你认为你们现在这些脸谱，这一排的这些脸谱，算是你们一直用的这个脸谱吗？不是。不是好几年了，有好几年讲话的，所以你们脸谱会不停的变化吗？还是说你们有一个传统的脸谱？比方说这些水浒英雄啊，里面有个特定的角色，这脸谱的基本上都是特定，基本上是不能去大改变它。对，它有特定的那个图案，那个。眼观，眉毛，胡子，这些你就不能去大变。小的地方一些小细节，小的细节，比如说线条啊，人设方面的这些可以自己设计。其他的一些像武术、武术这样里面的，其他的这些都可以自己想象。你刚才聊得很好了，这个下次还要再找你再聊。那我们从舞蹈的这个角度来讲，你们后期音乐的舞蹈有自己的特色吗？后期音乐对我最特色的就是有一个老传统旗下七星锤，老的从此老成对我。今天晚上去训练了吗？他们现在这里排一下那个队形是吧？走个熟悉一点。今天晚上训练的这些人中，最大有多大？最大年龄？最大年龄。二十五岁，可能这一个就是最小了啊。这个他刚刚说10岁，没有，没有25岁啊，24岁，24岁啊。所以绝大部分都还是在读书的啊，绝大部分在读初中啊、高中啊，对吧？是。我跟英哥队来到了朝阳的文光塔这附近的广场，看他们训练。这里的这个环境非常优美，今天晚上也有月光。Thank you.
告一个段落，后面我再分享他们今晚训练的完整的视频。